各位同学，上午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讨论一个新的内容 ：circulation， 循环系统生理学。那么，在介绍循环系统生理之前，我们先给大家说一点事情。我们说，如果我们学完了细胞生理，学完了循环生理，这意味着生理学入门了。入门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学了，因为在细胞生理学和循环生理学这两个章节里面，对于整个的生理学的学习规律，生理学的它的学科特点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了。所以通过这两章的学习，我们对生理学的基本的规律已经有了了解，以后的学习只是针对每一个系统再加入它自身的内容，就显示出我们的各个章节的。那么对于循环系统这一部分，我们要给大家讨论什么问题？主要讨论心脏的生理活动、心脏生理、血管生理，以及血管循环系统、心脏的调节。最后我们还要给大家讨论有关重要的一些脏器的血液循环，我们以冠脉循环为例。那在心脏这一部分，我们要给大家讨论什么哪些问题呢？我们要讨论的第一，心脏它是如何的实现泵血功能的；第二，如何判断心脏的泵血功能是好还是坏；第三，心脏的泵血功能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就涉及到泵血功能的调节。把这些问题掌握了以后，很自然的我们要想了解心脏为什么会永不停息的自发的节律性的收缩，这就涉及到心肌的生物电的问题。所以归根起来，在心脏生理这一部分，我们主要讨论两大问题：心脏的泵血功能，第二，心脏的电生理。首先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心脏是如何完成其泵血功能的。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想象一下，心脏它之所以能够维持啊完成它的泵血功能，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条件，那就是心脏它要不停地收缩，把血液向前推进；第二，一定要有瓣膜的存在，因为瓣膜的存在它决定了血液只能向一个方向流动，也就是 one well 单向流动。在这两个条件的作用下，心脏的不停的收缩就是决定了血液只能向前走而不向后走。在讨论心脏的这么一种不停的收缩之前，还是要对心肌的收缩特点要有个了解。心肌收缩的第一个条件，那就是它对细胞外盖的依赖，这一点我们在细胞那一章已经学过。因为心肌细胞的收缩，它的兴奋收缩偶联是来源依赖于钙诱导的钙释放，这是。所以心肌要收缩，首先要细胞膜外面钙离子内流啊，细胞膜外面钙离子内流，然后再诱导内质网终止释放钙，这就是钙诱导的钙释放。通常情况下，细胞内的钙离子在收缩的时候，大概只有一半能够使得这个细集市上面的肌钙蛋白的一半结合。那么换句话说，在一般的情况的兴奋收缩偶联的过程中，只有一半的横桥在参加收缩，还有一半的横桥没有被激活，这就为流这个肌肉的收缩的调节提供了一个空间。那也就是说，当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增加的时候，将会激活更多的横桥，将会使得收缩能力增加，这是第一个。了解了这个特点，我们就自然的可以了解，当细胞外钙低浓度降低的时候，比如说血钙降低的时候，对于骨骼肌没有太多影响，因为骨骼肌兴奋收缩偶联的钙来自于中枢，而对心肌就有大的影响，因为它要依赖于细胞外钙内流所引起的钙诱导的钙释放。细胞外钙降低，
钙内流就会减少，因此心肌收缩就会下降。第二，心肌收缩的第二个特点是全后无视收缩。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回忆一下我们讲的骨骼肌的收缩。骨骼肌的收缩的原理啊，收缩的力量，它其中一个影响因素，那我们叫做大小原则，还记不记得？那也就是说，当参加兴奋的、参加收缩的骨骼肌细胞和骨骼肌细胞的数目增加的时候，骨骼肌收缩增强。因此，我们说骨骼肌的收缩的强度的变化有两个因素：第一，参加收缩的骨骼肌细胞的数目；第二，每一个参加收缩的骨骼肌细胞的收缩强度的变化，这是两个因素。但是对于心肌来说，它就不一样，因为作为心肌来说，心肌细胞之间在组织学上面学过有运盘，这个运盘就是一个 gate junction， 那就是一个缝隙连接，在这个缝隙连接的存在，它就使得一个心肌细胞的电可以直接向另外一个心肌细胞传播，这是一个直接的电传递的过程。所以当一个心肌细胞兴奋的时候，通过缝隙连接会使得所有的心肌细胞全部相继被兴奋，所以一个心肌细胞兴奋，所有的心肌细胞都兴奋。那么换句话说，心肌细胞不存在有一部分心肌细胞收缩，有一部分心肌细胞不收缩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在骨骼肌存在，但心肌细胞不存在。那么这种特性我们叫全后无的。什么是全后无？那也就是说，心肌要么就不收缩，一收缩所有的心肌细胞都参加收缩。了解了这个特点，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当心肌收缩强度发生改变的时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参加收缩的心肌细胞的强度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心肌细胞参加收缩的心肌细胞数目的变化。这一点与骨骼肌截然不同啊，这一点与骨骼肌截然不同。第三一个特点，那就是心肌细胞不发生完全强直。所谓不发生完全强直，那也就是说心肌细胞它收缩了以后必然要先舒张，然后再能进行第二次收缩。而骨骼肌可以发生完全强直收缩，而心肌不会。这一特性它就确保了心肌细胞一定是收缩舒张交替进行。为什么它需要有这么一个特性？这与它的功能相适应。心脏的功能是干嘛？泵血。它收缩了以后把心室腔里面血泵出去。如果你收缩完了以后，心室腔里面已经没什么血可打的时候，你再收缩等于没用，等于一个无效的收缩。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一定要收缩舒张，收缩舒张交替进行。那么这么一个特点就确保了它收缩舒张交替进行，这与它的泵血功能是相适应的。至于为什么不产生完全强制收缩，这个问题先留着，我们在以后的课程里面将会给大家进一步讨论。了解了心肌收缩的特点，下面我们就来讨论心脏的泵血的过程。在心脏的射血过程中，它到底心脏里面发生了哪些变化？当然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一个概念说起，心动周期啊 cardiac cycle。什么叫做 cardiac cycle？ 我们说心脏每收缩舒张一次所构成的一个机械活动周期，我们就称之为 cardiac cycle， 收缩舒张。那么这里是心室收缩，心室舒张，上面是心房收缩，心房舒张。不管它们是心房收缩舒张还是心室收缩舒张，那么它一定是它们的节律啊，它们的这个周期是一样长的，因为它们的节律是一样的。心房每分钟收缩75次，心室每分钟75次。那么这个一个心动周期大概是多长呢？60除上75，0.8秒，也就是心动周期时间大概是0.8秒。由于在心脏、心房、心室不是同时收缩的，它们是
按照顺序先刑反搜索再刑事搜索，所以凡事搜索是不同时期的，不重叠的，这是注意第一点。那么在这里我们对行动周期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我们说刑凡刑事它是分别搜索的，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是什么？刑凡刑事都处于舒张状态，这个时间我们叫全刑舒张期。在刑凡的活动周期里面，刑凡的搜索 0.1 秒，舒张 0.7 秒，刑事的搜索 0.3 秒，舒张 0.5 秒。在这里全刑舒张期大概是多长？0.4 秒，因为减掉这个下一个行动周期的凡刑反搜索期的 0.1 秒，也就是 0.4 秒。那么对于心脏周期来说，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收缩期长于舒张期，而舒张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心肌在舒张，心肌意味着心肌在休息，意味着血液从心房进入到心室。所以舒张期的长短它有利于心室的充盈，因为心室在舒张，血液从心房进入心室。另外它也与心脏的血液供应有关系。为什么？还是留着以后再说，先留一个余量。好了，刚才已经谈到心动周期的长短取决于心率，心率增快心动周期必然缩短，心动周期缩短一定会影响到收缩期和舒张期。那这种影响是分别有什么呢？大家再来看这个数字，我们说生理情况下面75次，作为心率增快的时候，作为心室来讲的话，收缩期缩短，舒张期缩短，但是以哪个缩短最厉害？以舒张期的缩短最为严重。所以我们说心率增快心动周期缩短，收缩期缩短，舒张期缩短，以舒张期的缩短最为显著，所以将不利于心室的充盈，将不利于心室的供血，心肌的供血。这是我们了解心动周期这么一个概念。了解了心动周期的基本概念，那么在一个心动周期过程中，心室里面到底相应发生了哪些变化？首先我们以心室收缩开始为例，先在这里画一个图，比喻这是心房，这是心室，在房室之间有房室瓣，在动脉这里，心室这里我们说有动脉，动脉这里它会涉及到动脉瓣。在假设它们之间的压力关系是这样的，心室在舒张的时候，动脉里面的压力大概是100，我们说平均100吧，啊，平均100，大概我们这里大概我们说如果是3个毫米汞柱，这里是0毫米汞柱。在这么一个状态下面，首先心房心室之间有压差，以房压高于室压，所以血液从心房进入心室，血液从心房进入心室，然后心室不断的充盈。当心室充盈，心室装满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心脏开始收缩，在这么一个前提下面，心脏开始收缩。注意这么一个收缩的时候，首先室内压增加，从0如果增加到4的时候，它就会高于房压，一高于房压它就会推动这个瓣膜，使得瓣膜关闭，啊，使得瓣膜关闭。但是这个时候室压低于动脉压，所以动脉瓣不能开放。那么大家想象一下，在这么一个状态下面，两个瓣膜关闭，心室在收缩，心室的容积会怎么样？不变，是不是？因为它不摄血，也不流进来，不充盈，所以心室容积不变。那么这种状态，这种收缩，我们给它叫做等容收缩期。等容收缩期，在我们这个图上面可以看到的等容收缩期就在这里，心室在收缩，心室内的压力急剧增高，啊，心室内的压力急剧增高。当室内压
达到101的时候，也就大于动脉压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血液推进动脉，我们进入到射血期。在射血期里面，血液从心室进入到动脉。 OK， 那么这一段时间我们叫射血期啊，叫射血期。那么大家想象一下，在射血期里面，室内压将经历什么的变化？我们说，在射血期的前一部分，室内压因为心室的急速收缩而急速升高。我们可以看到，室内压急速升高，但是室内压升高到顶点以后，室内压就开始下降。那么换句话说，在射血期里面，室内压经历了急速升高然后下降的过程。当然，室内压急速增高的过程中，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心室射血比较快。当室内压开始下降的时候，意味着心室射血的速度减慢。所以在射血期，我们又把它分为两个阶段：快速射血与减慢射血。快速射血与减慢射血的分界点在哪里？室内压的顶点。室内压顶点之前快速射血，室内压顶点之后减慢射血。另外，细心的同学还可以发现，大家来看这条曲线，这是室内压。那么大家看这条虚线是什么呢？是动脉压。在减慢射血期的时候，室内压已经低于动脉压了。既然室内压已经低于动脉压了，为什么还能继续射血？那就是惯性。因为在前面的收缩的过程中，它赋予了血液一个向前流动的一个动能，所以在动能的作用下，血液继续向前流动。当然它的流动的速度减慢，我们叫做减慢射血期。当减慢射血期结束了以后，室内压低于动脉压，这个时候动脉瓣继续关闭，射血停止。动脉瓣关闭，射血停止，我们说心室开始进入到心室舒张期。在心室舒张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两个瓣膜都关闭。你比如说现在你们的压力是99啊，是99，它低于动脉压，高于房压，因此两个瓣膜是关闭的，心室在舒张，而且心室内的压力急剧下降。我们所看到的，心室内的压力在急剧的快速的下降。那么这一段时间我们叫做等容舒张期。等容舒张期，两个瓣膜关闭，心室舒张，室内压急剧下降。过了等容舒张期以后，当室内压低于房压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降到了2的时候，那必然的结果是什么？房室瓣重新打开，房室瓣打开，心室开始充盈，那就进入到充盈期啊，那就进入到充盈期。大家注意，充盈期我们又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大家来看这里，首先看我们看舒张期。在舒张期的这里，首先有一段阶段，这个阶段是什么呢？它是等容舒张期。过了等容舒张期以后，就开始心室开始充盈啊，心室开始充盈。那么在早期充盈的速度很快，我们叫快速充盈期；中期充盈的速度减慢，我们叫减慢充盈期；在最后的0.1秒就进入到下一个心动周期的收缩期，是吧？下一个心动周期的心房收缩期，我们叫房舒期。所以心室的充盈过程分为三个时项：快速充盈、减慢充盈和房舒期。好，为什么要这么进行区分？我们首先要回答，在心室充盈过程中，房压与室压之间的压差是怎么形成的？在快速充盈期的时候，这个时候房压啊，这个时候室压低于房压，它为什么会低呢？这个压差怎么形成的呢？我们说这个压差是心室舒张的结果。
心室舒张，使得心室内压急剧下降。因此我们说，在快速充盈期的时候，房室之间的压差是心室舒张的结果，心室舒张主动的低于房压，从而把血从心房抽吸到心室。所以在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心室对心房的血进行抽吸，把它吸进来，那实际上是心室在主动的充盈。当然开始的时候这种压差比较大，所以血快速的流进来，随着血流到心房心室以后，使心室进行充盈了以后，心室内的压力开始升高，这种开始升高就意味着压差，房室之间的压差减少，意味着充盈减慢，就进入到减慢充盈期。再往后面走的时候，下一个心动周期的心房开始收缩的时候，心房收缩使得房内压增加，房内压增加就使得房室之间的压差进一步扩大，那这个时候是心房收缩把血液往心室里面的挤，我们说这个时候心室是一种被动的扩张，被动的充盈。因此我们说心室的充盈包含两个部分，根据它压差的形成，一个是心室舒张对心房血的抽吸，一个是心房收缩把血被动的往心室里面灌注。那么大家注意，在这三个实现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实现？快速充盈期。快速充盈期它的充盈的血量60%啊，60%。所以如果心动周期缩短影响了快速周期，快速充盈期的话将会极大的影响心室的充盈。好了，我们把心室的泵血过程做一个小结啊。我们首先啊，还是对心房在泵血过程中的生物学作用做一个小结。前面谈到心房在心动周期的0.8秒里面，其中0.7秒它是属于一种舒张状态，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它起什么作用？起的是一个通道，是静脉回旋进入心室的一个过道。但心室收缩的时候它起了一个接纳作用，因为血液静脉回的血液先储存在心室房，然后等待着心室房室瓣的开放再下去，所以心房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面它是一个接纳的作用和通道的作用。但是再往后面走的时候，最后0.1秒它开始收缩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使得心室充盈增加，大概充盈增加25%。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心房如果它没有正常的活动，对于心室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最多影响25%的充盈量，最多影响25%的充盈量。好了，了解了这一点，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一种病，这种病什么叫做心房纤维颤动。这种病人心房肌是在颤动的，它不能够同步的收缩，形成不了这个有力的活力，也就是说它对于心房里面的血液的压力没有什么影响，那也就是说它的心房的有效的收缩完全丧失。像这种病人在安静状态下不受影响，他能够活得跟我们差不多，但是你上他一运动马上原因毕露，他受不了了。为什么？那就说明在安静状态下没有心房的活动我们能够进行，在运动状态下没有心房的活动我们就难受，这就说明心房还是有作用的，但是这个作用在安静状态下意义不大。所以我们说这个作用我们称之为初级泵的作用，因为它有利于心室的进一步充盈，有利于提高心室的泵血功能。当然除了心房的这么一个与机械活动有关源，它还有其他的功能，比如说内分泌功能、感受器的功能。关于后面两个功能我们在后面的内容里面我们再做介绍。在这么一个表里面我们给大家小结了在泵血过程中不同的实现室内压的变化，这个室内压的变化是就是压力的变化，也就是房压、室压、动脉压之间的相互关系，两个瓣膜的开闭情况，心室的容积、血流的方向。这个表大家要能够背的，注意
不是背，要自己写的出来。我们只要把这个表头把这个栏目写出来了，下面该怎么写大家都应该写出来。其实我相信把刚才的内容理解了，立马都能写出来。对行动周期进一个总结，在行动周期里面，心室的射血是依赖于心室与动脉之间的压差，这个压差是心室收缩的结果。心室的充盈它是依赖于房和室之间的压差，这个压差来源于两个，早期的心肌舒张所导致的室内压下降低于房压，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叫快速充盈期、减慢充盈期，大概占总充盈量的75%。在最后一个阶段，在充盈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心房收缩，使得室内房内压高，主动高于室内压，那么这个它使得心室进一步充盈，最多到25%。在行动周期过程中，室内压变化最快的时相在哪里？这两个，等容收缩期、等容舒张期，一个是升高最快，一个是下降最快。在心动周期过程中，血液之所以单方向的流动，离不开瓣膜，从心房进入到心室。为什么心室收缩的时候它不退回去，房室瓣关闭？当心室舒张的时候，为什么血液不从动脉倒回来到心室？因为有动脉瓣的关闭，所以血液的单向流动有利于瓣膜的完整。最后再说一句话，那就是心脏射血的时候，心室的充盈的量啊，每次射血的量占充盈量的大概55%到65%，也就是心室射血的时候不是全部射完，里面还残留了一部分血液，射血量占充盈量的55%到65%。在行动周期过程中，不仅仅室内压在周期性的变化，不仅仅有血液的单向的流动，实际上在这过程中还有瓣膜的周期性的开放和关闭，将会引起声音，这个声音我们称之为心音。在生理情况下面，我们都能听到两个心音，一个是第一心音。第一心音它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说是音调比较低，持续时间比较长，这个我们不管怎么去听，诊断学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搞清楚第一心音是怎么产生的。我们说第一心音的产生是房室瓣关闭的结果，心室一收缩房室瓣就关闭，所以我们听到了第一心音就意味着心室收缩的开始。而第二心音它的特点是音调高，持续时间短。第二心音的产生是房动脉瓣关闭，动脉瓣关闭引起动脉瓣的震动而引起。那么动脉瓣的关闭，动脉瓣在什么时候关闭？那是心室舒张它就关闭，所以第二心音是心室舒张开始的一个标志。那么大家在临床体检的时候都会听到医生说这句话，哦，你有点杂音，是收缩期杂音。你不要觉得这医生好神奇，他一听就知道是听到有杂音，而且知道是收缩期还是舒张期。其实很简单，他首先确定第一心音、第二心音，然后再确定这个杂音在什么位置。如果这个杂音是在第一心音和第二心音之间，我们说这是什么时间？第一心音、第二心音之间，第一心音收缩的开始，第二心音舒张的开始，那么第一心音、第二心音之间就是收缩期。所以在第一心音和第二心音之间的杂音，那你就是收缩期杂音。如果第二心音与下一个行动周期的第一心音之间，这就是舒张期。所以你这一听你就知道啊，这是收缩期杂音，这是舒张期杂音。只要接受个训练以后，大家都能做到，而且这是个医生的基本功，一定要学习啊，一定要学习。但是不是现在学，是我们学诊断学的时候再学。了解了这么多，那么我们再来谈另外一个问题，心脏的泵血功能如何去评价。心脏的泵血功能如何去评价？毫无疑问，以它射多少血，每一次收缩射多少血，每一分钟射多少血，这就是评价的最基本的指标。因为心脏的功能是什么？干什么？就是射血。
啊，就是筛选。那这里我们就涉及到每波输出量和每分输出量的问题。每波输出量指的是一次侵蚀一次收缩所摄取来的血液量。注意为什么要强调一次侵蚀？如果我把每波输出量说成这样的，看大家有没有疑问，心脏一次收缩所摄取来的血液量，那就有麻烦了。心脏一次收缩，左心摄70毫升，右心摄70毫升，到底摄多少毫升？所以我们说一侧心室就没有争议，那就是70毫升。所以一侧心室一次收缩所摄取的血液量，我们叫做 stroke volume， 啊 ，stroke volume， 每波输出量，简称波出量。波出量等于什么？它就等于收缩之前的心室容积与收缩结束之后的心室容积之差值。收缩之前的心室容积是什么？心室舒张末，收缩之前那就舒张，收缩开始的那一点就是心室舒张末的那一点。所以我们说心室舒张末的容积与收缩末的容积之差值，这就是每波输出量。那每分输出量就不要说了，每分钟一侧心室摄取的血液量，它就等于每波输出量乘上心率。每分输出量又简称为心输出量 cardiac output， 啊，心输出量这个词我们用的更多。如果我们讲心输出量，一定是指的是每分输出量，它等于波出量乘上心率 ，heart rate， 啊 ，heart rate。所以无论是波出量还是每分输出量，它们都是衡量心脏泵血功能的最基本的指标。有了这个最基本的指标，还不行，为什么不行？我们举几个特殊的状态，大家来想想，如果只有这种基本指标，我们就完不倦了。举个例，如果这个人啊，这个人是进入了吉尼斯大全的记录的，他是世界自然生长的第一高人，身高2米361米，2.2361米。为什么说他被记忆了？他并不是最高的人，而是他是一个自然生长的，也就是他是完全正常的，他的体检都是正常的，所以他就该长得这么高啊，这就不是我们讲的巨人症。巨人症是一种病态。那么这种人他的每分输出量一定比我们都要高，为什么？因为他身高大，他需要多，而我们肯定没有他们多。如果以他为例，他那我们就得出结论，他的心功能比我们不知道好了多少。如果以他作为标准，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心功能不全，是不是都有这么一个问题？这就涉及到一个评判的标准问题。如果以心输出量的绝对值来衡量，就带来一个问题，到底谁更好或谁更差。我们说一个人的心脏的泵血功能的好坏，关键取决于什么？他能不能满足他代谢需要？如果满足他自己的代谢需要，不管他是多少，他都是好的，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对于这个矮个子来说，正常人来说，他不需要那么多，他满足他自己就行了。他虽然心输出量大，那他必须大，因为他要满足他代谢需求。所以还是那句话，只要满足了就是正常，不满足就是不正常。OK， 怎么来评判这一点？生理学上面发现一个规律，一个人的代谢的水平与他的这个代谢的水平，指的是安静状态下的代谢水平与他的体表面积成正比。因此如果在安静状态下面，我们把他的每分输出量除上一个体表面积，我们就得到一个指标叫做 cardiac index， 简称为心指数或者是心脏指数。心脏指数是以单位体表面积计算出来的心排出量。如果有这么一个指标的话，我们就发现无论是它还是它都是一样的了，都在 3.0 到 3.5 之间。所以请问心指数这么一个指标，它特别适用于什么情况？特别适用于什么情况？不同身材的个体之间心功能的比较，是不是啊？你就不要去比它的绝对数，不要去比它的心输出量的绝对数，你比心指数谁好谁不好。
这是用于不同个体之间。当然在同一个个体之间的不同状态，他的锌指数也可以不一样的，小孩高，青年人再低一点，老年人更低。所以一个人在不同的状态，他的锌指数也是不一样的。这与什么它有关？与这个人的代谢水平相适应的。小孩生长发育代谢水平高，老年人在衰老的过程中代谢水平低，所以他的锌指数必然下降，因为他的代谢需求不需要那么多了。好了，有了锌指数是不是万事大吉了呢？不，我们再来进行比较。这两个人心脏都是70毫升，都是70毫升，如果你用绝对量来比的话，它差不多。如果他们的身材是一样的，如果他们的心率是一样的，锌指数一定是一样的。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两个人的心功能一样好呢？我们说不见得。还记得不？我们前面讲心动周期的特点里面讲过，正常人一次摄血量大概每次摄取55%到65%，而这个人他的勃起量，其实他的心室舒张末的容积125，计算出来的摄血量占输出量的占充盈量的56%，而这个人只有39%。这就意味着这个人他的每波输出量并没有随着他心室充盈的增加而增加，没有达到他的心室充盈量的那么一个预期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不正常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又要引进一个新的指标，叫做 ejection fraction， 我们叫做摄血分数。摄血分数指的是什么？勃起量与心室舒张末期容积的百分比，正常55%到65%。换句话说，正常人心室充盈量少的时候，他的摄血量就会少，反正还是这个比例。心室充盈量大的时候，他的摄血就要大。你现在的心室充盈量大了，正常人就应当至少要达到多少？这个人如果按照他的这么一个舒张末的容积，他应当至少达到100以上，但是他没有。所以他既然没有，那说明他低于预期值，那就低于我们，就没有符合我们心脏活动的一般规律，所以他有问题。因此我们说，在有了这么一个摄血分数的情况下面，我们特别适用于什么情况下进行比较？不同心室舒张末容积，在这么一个条件下面我们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问题啊，就可以发现问题。所以我们不断的来进行。好了，下面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件事情，是不是有了前面三个指标我们就万事大吉了呢？我们说也不见得啊，也不见得。比如说现在我一个普通的正常人，我能不能说我的心脏跟运动员相比跟他一样的好？比如说我在安静的时候，我的每分输出量，我的每波输出量，我的心指数，我的摄血分数都是正常的，都跟他是一样的。理论上来说我应该得出个结论，我跟他的心脏一样的好。但是大家心里明白，谁都不敢吹这个牛。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如果你说你跟运动员一样的好，运动员不高兴了，他说一样的好吧，是吗？什么意思？咱们来比试。怎么来比试？我们来跑10000米，看谁受得了，什么受得了，谁的心脏受得了。 OK， 为什么他受得了你受不了？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意味着我们代谢水平增加了，理论上来说我们的心脏泵血功能要相应的增加。那么运动员与我们普通人相比较，这种相应增加的能力就不一样，他能够比你增加的更多，而我们增加不了那么多。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一个心理指标，叫做 cardiac reserve， 我们叫什么呢？心力储备。什么叫心力储备？下个定义，心输出量随代谢的需要而增加啊，代谢需要的增加而增加的能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比如说这两个人运动的时候，他只能增加到30，他可以增加到35，也就是他只能增加25，他可以增加30，所以他的这个能力比他要强，也就是说他的心力储备大于他，也就是说
他的心脏比他要更好，啊，比他要更好。当然，这个心力筹备不仅仅只是为了比谁心脏更好，我们不是为了跟运动员比，我们还是要跟病人比。你比如说一个病人，他在安静状态下面，心指数是正常的，射血分数是正常的，每分输出量是正常的，唯一有一点问题就是他不能动，一走路就气喘吁吁，就受不了了。你去检查，当他在运动的时候，他心输出量最多他只能增加到25，而你可以增加到30，啊，增加到30，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个人对于运动的耐受能力要比你差，也就是意味着什么？他的心力储备比你差，所以还是那句话，它反映了你的健康程度。病人心力储备一定下降，啊，病人心力储备，心脏病的病人心力储备一定会下降。好了，但运动的时候，心力储备从哪些方面来增加我们的心输出量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运动的时候，每分输出量是可以增加25的，心率最多可以增加到180次，所以它可以增加105，舒张末的容积最多只能从125增加到140。140什么意思？它为什么不能太多？大家想想，心脏外面有一个什么东西？一个包膜，心包它是一个致密结缔组织，它不容易扩张，所以它限制了心室的扩张，所以心室舒张末的容积你想增加也增加不到哪去，顶多也就15。那么收缩期它会收缩得更厉害，可以射血更充分，正常情况下可以残余血量55，它可以低于20。那么在这么一种状态下面意味着什么？射血更完全了，意味着我们的射血分数增大了，也就是安静情况下55%到65%，但是在运动的时候就不是55%了，它是远远大于55%，因为它射血更加充分。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运动的时候主要仰仗两个方面来增加每分输出量，一个是通过增加心率，一个是通过增加收缩末的，通过增加收缩的强度，使得射血分数增加，啊，使得射血分数增加，使得心室残余血量减少，通过这两个方面，从而达到我们的目标。好，那么这种心率的增加的能的空间，我们叫心率储备，收缩期它能够摄取更多的血液，这个叫收缩期储备。当然舒张期也可以适当地增加一点点，这叫舒张期储备。正常人运动的时候主要依赖心力储备和收缩期储备。谈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指标都用完了呢？是不是都全面了呢？还不是。再举一个例，举一个什么的例，再来看这个人心脏的泵血都是每搏输血量都是70，但是这个人的动脉血压是100，这个人的动脉血压是150。如果以每搏输出量来衡量他的话，他们两个做一样的事情。如果现在我们在外面打工挑100斤的担子，那个加饭说把这100斤担子挑1公里给你多少钱，然后他又说对另外一个人说把这个100斤担子挑到往山上走还是给一样的钱，那你绝对不愿意。为什么？你要爬山的话你消耗点能量大，那你要更付更多的报酬才行。但是他不管，100斤担子1公里，他不管高度，那怎么行呢？就像这里你只管70毫升，你不管压力怎么行呢？在这里我们注意到没有，心脏是干嘛？心脏就是在心脏收缩的时候，把血液从低压的心室开始舒张的时候，里面压力接近于零，从低压的心室送到高压的动脉里面。你现在是送到100毫米级压力的动脉里面，这是送到150毫米汞柱的压力的动脉里面，当然他做的事情要多，所以你单用这么一个数字来衡量当然不合理。所以你要不同的动脉压之间你要进行比较的时候，那你前面的指标都不靠谱了。
我们又要引进一个新的指标，叫做心脏的做工量。心脏的做工量可以分为泊工和每分工。每泊工心室一次收缩所做的工，这个工我们讲的是外工。你比如说射血70毫升，这就对外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工。每分工就是每分钟所做的工。所以我们要用于不同动脉血压的条件下面心脏泵血功能的比较，到底它用了多少能量，那你只能用什么，用心脏的做工来进行计算。心脏的做工怎么来算？我们以每泊工，因为每分工就是每泊工乘心率，我们说每泊工等于什么，前面我们叫做压力容积工再加上一个动力工。什么意思？我们来琢磨一下。心脏收缩的时候它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把血液从低压的心室送到了高压的动脉，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心室这个血液在心室里面是不流动的，它把它送到动脉里面，赋予它动能，让它一定速度的流动。那么也就是说，它把心室这个把血液赋予了血液有动能。另外它把血液送到了高压的地方，送到了高压的地方这一部分我们叫做压力容积工啊，叫做压力容积工。那么动能这一部分大家容易理解，二分之一 mv 平方，就是那个。那么压力容积工怎么来进行计算？我们来想象一下，当在外力的作用下把这一块血液向前面推进到这里，向前面推进到这里，按照公式来说的话，功等于离乘距离。我们在这里在压力的作用下把它推进啊，压力的作用下把它推进。我们所说的压力啊，我们所说的压力它实际上等于什么？它等于压强乘上面积，是不是？那么这一块是面积，那么这是压强乘上面积。而我们讲的动脉血压100毫米汞柱，我们不讲的是绝对压力，还讲的是单位面积上面100毫米汞柱，实际上就讲的是压强啊，实际上就讲的是压强。我们讲室内压100毫米汞柱也讲的是压强。所以在这里实际上这不是压力，这是压强。那么大家把这个式子这个公式进行整理，压强面积乘距离就是体积，所以压强乘体积压力容积工，那压力容积工。好了，至于怎么进行计算，在我们的教材上面有一系列的公式，说每泊工等于每泊输出量，泊出量才乘上什么射血项的什么室内压左侧的什么量，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射血项的压力，然后再分别怎么样的找一些数值来进行替代，最后进行计算出来。那么这些我们可以不要大家去进行计算，但是大家要真正的掌握心脏的做工到底做了什么工，那就是压力容积工和它的动能啊，和它的动能。好，那么下面我们把有关心脏泵血功能的评价做一个小结。每分输出量是 drug volume， 每泊输出量这是一个基本指标。在这个基本指标上面，由于没有考虑到个体差异，所以我们用了一个 cardiac index 心指数。由于他们没有考虑到舒张末的容积，所以我们用了一个 ejection fraction 射血分数。由于他们没有考虑到对于代谢的增加的适应能力，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指标 cardiac reserve。 由于他们没有考虑动脉血压，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指标 work 心脏做工。因此在有关心功能的评价，我们为什么要用那么多指标？因为每一个指标都赋予了它特定的含义，在不同的情况下面发挥它的优势。那么心脏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做工。心脏的做工的效率怎么去进行衡量？我们说心脏每一分钟收缩或者是每一次收缩，它所做的外功占它的所消耗的这么一个化学能量的消耗，那就是因为它心脏一收缩一定消耗 ATP， 这是化学能。那么它所完成的外功热功当量也把它可以换成能量，占着这么一个百分比，我们叫做它的机械效率。心脏的机械效率大概是20%到25%，非常不错了，一般的机械还达不到这水平。
啊，一般的机械达不到这水平。当然新功能障碍的时候，它的这个效率会下降，那这就麻烦了。在心脏病的时候，本来心脏功能就不好，再加上效率低，你看用同样的能量还做不了那么多事，本来就能量就不足，所以对我们心脏来讲特别不利。那么这么一个化学能，我们怎么去测定呢？我们通常在实验的时候怎么来反映它的能量消耗增加，我们常常用一个指标叫做心脏的耗氧量。因为心肌的能量消耗主要来源于有氧氧化，有氧氧化开始的时候它就要消耗氧气，所以常常用氧的消耗量来反映什么，来反映它的心脏的效率。 OK， 下面看一个表。这个表这里如果是搏屈量我们假设为一，射血压力为一，那么它的搏功一乘一还是一，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搏功是实际上就是什么，压力容积功，是不是啊？压力容积功，大家注意，如果我们把搏屈量增加一倍，把射血的压力降低一倍，理论上来说搏功不变，这是压力容积功不变，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耗氧量明显下降。耗氧量的下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心脏的机械效率增加了。反之，搏屈量下降一半，射血压力增加一半，增加搏屈量 减倍，压力增倍，搏功还是不变，压力容积功还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发现它的心肌的耗氧量显著增加。所以从这个图，从这些数字又要给大家一个启示，大家能得出什么结论？那么这个结论就是，虽然在做同样的压力容积功，但是对这个它的耗氧量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以动脉压的变化所引起的射血压力变化对心脏的这么一种效率的影响要大搏屈量的影响啊，要大于搏屈量的影响。实际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真正的在心脏的压力容积功在完成的时候，更多的它消耗在哪里？消耗在提高压力上面啊，更多的在压力上面。所以压力的变化对压力容积功的影响啊，压力的变化对心肌耗氧量的影响，对心率效率的影响就非常的大。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要想提高心脏的工作效率，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方式，那就是降低动脉血压，减少心室射血的压力就可以。尽管这个时候它的每波输送量不改变还是那么多，但是它的做的功，它的消耗的能量，它消耗的能量是明显下降了，有利于提高心脏的效率啊，有利于提高心脏的效率。好了，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先到这里结束。